叫 Good Morning。Good Morning。这个 Good Morning 呢，在之前叫做是全民健保，大家来吐槽。对的，大家来吐槽了。你也出了这个外景呢，哎呀，真是辛苦，让我们看起来非常的感动。大家都会有一些坏习惯，不良的习惯，要改掉这个坏习惯呢，恐怕如果没有外力的话，那就真的很难。非常难，对呀，非常辛苦。牛迁到北京，它还是牛，哎呀，善可改，但是本性却难移哟。牛，我老觉得好像有人身攻击的感觉。对呀，那还当他还当归攻击嘞，哪有人身攻击？马上来欢迎我们第一组推荐人。妈妈，这位是陈妈妈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妈妈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妈妈你好，妈妈，你今天要推荐的是，我的女儿于杰。哦，推荐你的女儿是？对对对。哎呀，你是于杰的女儿啊？我是于杰的妈妈。于杰是你的女儿啊？天哪，因为这妈妈长这么漂亮啊！当然了，才能生出那么漂亮的啊！对呀对呀，人家漂亮宝贝女儿拍写真集啊，哇，身材真是摇的呀！怎么样，妈妈要不要？妈妈把她年轻没有办法做的都让女儿来。对的，那你要你宝贝女儿有什么坏习惯呢？这个，哎呀，她这个坏习惯就是爱赖床。哦，就你刚刚讲的，那是不是跟有一起赖吗？还是自己赖？就是说她一个人赖床啊，叫也叫不醒她。哦，叫不起来。叫起来啦。心情会不好。她有时候一赖起床睡觉睡觉会睡到三天三夜。三天三夜。哦，后来三天三夜阿妹就把她拿去。然后呢，要叫她起来，她还会发火。哦。还要起床气还有。哎。来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瞧啊，连续的三天不吃不喝，只爱睡觉，赖床，上通告会迟到。不会啊，我看到这样的通告都没有迟到过。所以你看，像今天是最早的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晚上的通告啊。妈妈下午一点多就来这里吃两个便当了哈，这么肥，被我抓到啊！就母女俩，然后手里拿两个桌面下，对啊，两个人当吃两个便当，是是是，很可爱。你们吃一个便当，你们也太小气了。说的可是，这是好，我们绝对不小气。那么赶快来看看怎么样来帮于姐改掉赖床的坏习惯，请看。于妈妈的托付之下，制作单位及主持人一大早就偷偷潜入于杰的香闺，打算好好根治于杰这个爱赖床的坏毛病。听说啊，爱赖床的于杰最怕鸡油。不是你这只鸡，这是什么？八宝粥。不是啊，因为早上就吃八宝粥啊，这是鸡饲料。好，请看，有秘招，起来。因为啊，鸡要啄死掉。天哪，居然真的把这些鸡吃的饲料全部撒在于杰的身上，你瞧，就连他的脚趾头也不放过。不过于杰赖床的功夫还真不是盖的，全身上下已经布满了鸡饲料，他还是睡得又香又甜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怕的鸡活生生地出现在自己的眼前，此时于杰和鸡同时都被吓得鸡飞狗跳。经过这一次鸡的惊吓后，于杰会改掉赖床的坏毛病吗？哎呦，哇，神经病的，真的
事啊，妈妈你怎么 跟他们学这种烂招？这样的女儿会不会吓坏啊？以后连鸡肉都不敢吃啊？啊？就这一招啊？好，你怎么能来这一招绝招？好，来我欢迎于杰小姐。吓坏了，因为我一睁眼先看到是那个很凶那个鸡的眼睛，你知道吗？问题是你叫一声，那个鸡也被很吓到了。对呀、啊，互相吓了一跳。不过那鸡还真的很饿，你知道吗？你已经在赶他们，他很惯例，我还吃我的。因为鸡已经饿一天了。三位觉得他这个习惯有没有改掉？你觉得会不会因此就不赖床？我觉得不会吧。我觉得会一阵子，然后就会一阵子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换办法吧。不，我们过一阵子还会再过去。可以叫妈学鸡叫啊。什么？学鸡叫？叫妈妈学鸡叫？不是小朋友，你有没有礼貌？妈妈，人家你们三个年纪加起来都没有人家大。可以了，他妈可以每天早上到菜市场去买一只鸡，然后放他床上。这样就会怕到鸡了。妈妈学。那我觉得到最后学一下鸡叫，我们开心一下。让我学鸡叫啊？会吗？会吗？真的？妈妈真的要学啊！你看妈妈好活泼。对啊。他 ，Go Go Go！ 对。哎、欸，妈妈几岁了还会装可爱？咕咕咕，好可爱哦！你们学狗叫，狗叫小狗，它怕狗，它怕狗啊！不要了，妈妈的狗一定很可爱，你从此不怕狗了。来，妈妈试试看，一边去学狗叫，还是我帮你？啊，来来，一边，你一边，汪汪汪！要做做，哇哇哇！哎，妈，哎，妈妈的像，我再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来一边去，哇哇哇！哎，妈妈好像感觉像声乐家，学一下乳牛叫，乳牛。喂，比我干嘛？牛叫。哎，有叫了已经。没有没有，你要你来，要你来，妈妈好可爱啊，真是。来。牛怎么样？啊。Oh my god！ 妈妈真活泼、喔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妈妈这样子她就会起床的、啊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哎，妈咪啊，你妈妈怎么叫你起床？我妈咪啊，我才想叫我妈咪好好学着她一点。真的吗？家都学过了，你应该学个羊叫吧？请问我妈妈？羊叫这个有那么简单，对不对？好好，再次谢谢妈妈，还有我们的于姐小姐了，掌声给她鼓励。谢谢谢谢，坐一下。好，再来看看我们下一组人马的推荐人，来。好的，那么请问周川尼先生，你要推荐的是？他是我的朋友。哦，你要推荐周川尼是吧？那阁下是？林都侃。啊？名字吗？是林都凯，你可以自己林都凯，哦，林都凯，为什么要推荐他呢？他有什么问题吗？他很爱抽烟。哎呦，看一下，女孩子抽烟总是不好，对，会得乳癌。对呀、啊，对对，不，还会影响胎儿的健康哦。对对对，接吻会难过、哦。对的，没错。你给他耳朵不能吗？对呀、啊，满嘴的臭牙，以毒攻毒，牙会不会黄黄的？会不会？有一点，也会。好，我们看他的病症。平均一天抽三包，啊，三包，三包，主要烟瘾很大。天哪，他是本身太恐怖了。每一包烟有几根啊？他是原住民吗？为什么？抽三包，三地同胞啊。三包，不抽烟的浑身发抖，超级女烟枪。哇，这已经上瘾了。哎呀，好，我们就来给他改一改，好不好？让你马上脱离烟枪的行列，请看。男朋友贴了一堆希望他不要抽烟戒烟的海报，他还是要抽烟吗？没错，对啊。想尽各种办法都没成功吗？没错，没错。交给我们你就对了。好，先叫他起床。Ricky， 起床了。Good morning， Good morning， Ricky， 哦嗨哟。我们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啊！起床啦！哦，还有，你好吗？
我们来看你的、啊。听说，对啊，你看男朋友说要你戒烟，听说你很爱抽烟，一天抽几包？一包两包吧。一包加两包就是加起来就有三包，大家看看他的桌上，哇，那么多烟蒂啊，那么多烟哦，对不起，有广告嫌疑，赶快藏起来。你为什么每天要抽那么多烟？压力啊，然后就是疏解情绪啊，然后因为已经上瘾了，没办法。没关系，今天我们有个长辈要对你来一个精神训话，让我们欢迎我们的孙叔叔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孙悦，立功立家端起来，想安个温暖怎样？哎，叔叔，今天不是来给精神训话的吗？是，我让你们知道，我不吸烟，所以我肺很好。我肺很好，我唱歌就很好听。是，这位小姐，你一定要抽烟吧 ？Vicky， 对啊，你能不能答应我戒烟啊？啊！我给你看一个资料啊，你仔细看哈。我们正常的肺啊，不吸烟的话是粉红色的，好可爱呀、啊哦。但是如果你常常吸烟的话，你看看，哎呦呦呦呦，你的肺啊会变成这一种颜色。五年之后就变这样，10年就变这样，恐怖恐怖。恐怖，嗯。要不要戒烟？嗯，不要。喂，哎，再坐一下，再坐一下，没有关系。既然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两个还有绝招。可以。看到因为抽烟而被熏黑的肺，这位女主角居然还是面不改色的坚决要继续抽烟，看来她是不见棺材也不掉泪。对付这种人，我们只好改用最激烈的方法，那就是以毒攻毒。我们将她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，并且用十几根烟来熏她，让她彻底的享受被烟毒毒害的滋味，这样她会改掉她的坏习惯吗？这个女朋友现在是她的烟是戒不掉，很大，对啊，烟很大了，抽太多年了是吧？没错，根本是戒不掉的状态。而且发现女生要抽烟的理由都是压力太大，压力你平常给她什么压力？不要乱考试吧，你要松弛她，对不对？我没给她压力啊，你可以帮她舒压按摩啊，对呀、啊，赶快欢迎她的女朋友出来，掌声鼓励。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怎么抽烟抽多久了、啊？大概五六年吧，从高中。五六年，从高中时候就偷抽啊？嗯，对啊。什么时候领到烟牌的？你有烟牌吗？什么烟牌？没有。没有啊，家里不允许你抽。不行。那自己偷偷的抽这样。对对对。哦，那怎么可以呢？男朋友这么，你觉得他爱你吗？很爱我啊。爱你啊，但是他反对你抽烟了，你还是抽啊？对啊。爱跟烟之间，你竟然选择了烟？没有，他们全家都抽烟了。我吓一跳，我以为你骂他，你全家死，开始抽烟了，你这样抽的，全家都抽啊？嗯，外婆，然后爸爸妈妈这样。不行，你也觉得他爱你啊？对啊。那他选择烟，你有什么说法？我觉得为他健康着想，我还是觉得他要戒烟比较好。那今天戒烟已经失败了。对不对？我们要帮他想个办法。我们节目哪那么简单呢？对不对？至少一定要达成我们的愿望。这是我第一次失败，好没面子哦。你觉得？我觉得今天要有决心了。要有决心。我今天就是来展现我的决心给他看。其实应该、你怎么展现？我倒听听看来的。其实应该是他一天三包，现在慢慢的变嘛。一天两包，一天一包。是一样是有烟。然后但是抽到烟屁股身上。对对对对。然后我不相信，他已经上瘾了。然后第四天半包，然后第五天又回到三包。为什么？第六天就抽一条喽。抽烟真的不好了，很难戒。作用力太大了。假拍盖，你有什么决心？哦，我觉得对啊，我为了你的健康着想，我也希望跟你走一辈子，所以我希望你永远都健康。所以我觉得我要给你展现我的决心给你看，然后让你有决心可以戒烟。什么决心啊？就是我你也知道我很宝贝我的头发，那我今天我要把我头发理掉。你理掉？理头发？年轻，因为我这个角度看过去，你纵使不理，将来也很快会掉光。所以我才保住我的头发。观众朋友，这个不可不能开玩笑，真的吗？他已经准备好了。已经准备好了。你要不要戒烟？来，直接坐下来。听说是要理光头是吧？理光头。真的要理光头吗？光头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不是理光头，难道是理光耀啊？不是，主要是我来理。啊，你来。来理，你错了，是我。哎，好恐怖啊！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你男朋友这么宝贵他的头发。对啊。希望你戒烟，然后他就，如果你当事人，你戒烟，你就站在他的身边，好不好？你如果觉得说想制止我们的话，就要动作要快，好吧？快点！第一刀由我来处理哈。真的吗？确定？不戒烟？你真的不戒烟吗？要不要戒烟？不要。你听声音。我们不是在骗你的，我们真的会理他。你听声音，确定不戒烟是吧？
真的吗？要不要谢？阿达，今天挑战不可能有单挑的对象是中华民国最高学府建国中学。等，回来。他们要挑战建国中学的秘密武器是黑山军吗？一场你死我活的争霸战即将展开。最严格的训练，我们真的会理他、哦。你听声，确定不戒烟是吧？真的吗？要不要戒？要不要戒？你要不要戒烟？你要不要戒？你要不要戒烟？你要不要戒？啊！不要！求你不要听！要不要戒烟？你到底要不要戒烟？要不要戒烟？要不要考虑一下？啊！不要那么烂！好，你要戒了是吧？要戒了吗？好，那么请带回去。啊！对，要不要戒烟？还没说呢，他还没说他要戒烟呢。要不要戒？好、欸，不戒。这边啊，你一半、啊。要不要戒？要不要戒？来，玉芳，该你。换我。要不要戒？你告诉我，要不要戒烟？戒了。啊？啊，真的吗？我戒了，不要再戒。真的吗？哦。好了，我也戒色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快要感动了。感动是吧？你干嘛？你想怎么样？戒色了。要不要戒色？你不戒是不是？来。喂，好，那没办法，已经踢到这种地步，这样好了，我们就这一区理掉就好了，好吧？地中海，来来来，处理一下，处理一下。哎、欸，这要怎么用啊？伯、欸、母，你怎么来这里？眼泪流出。天哪，哎、欸，他真的很有决心哎。真的可以吗？我从来没有剪过哎，可不可以把头发拿去做胎毛笔啊？啊，我不是，我把它剃干净，漂亮一点。你要不要亲？你要不要亲自来一下 ？So don't let me down。也对啦，这边，哎，我们可以把它剃成两个圈圈，有没有？招财童子就是这样。就在这一首《Because I Love You》的歌曲声中，他即将夷为平地。那不行啊，还是要把它夷为。他已经在哭了了。没关系啦。你要不要亲自来剃一下？你想看你男朋友为你牺牲这么大 ？I love you。哎，我觉得他理光头比较好看呢。没关系啦，没有，不要哭啦。这样好了，由你亲自来为他落法，意义更深重，好不好？我们这里就停下来，你可能会哭得更严重哦，好吧？我们不过男生也快哭了。没有什么话要讲。你有什么话赶快。小沙你，对女朋友讲一下，讲一下。你还是戒烟比较好啦，那你会比较健康，好不好？我知道，我会想跟你走一辈子。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个要携手走一辈子啊，那我不希望你以后为了这个烟瘾的事情，然后你身体不好，所以我希望你戒烟。这样你有决心可以戒烟了吗？
请问你当兵了没？还没有，还没，就是还没有才会冲动。那是不是明天就要去当兵了？还很久，还很久才当兵是吧？对。好了，后面因为不好剃，我们就剃到这里了。可以啊。来，后面看一下，后面看。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意思叫做狗啃的。我们男朋友为了你得了癞痢头，我想你应该会很感动才对吧？有什么话想对他说？开始。真的就这样。就这样。真的就这样了。就这样。好了。就这样子、啊。不要了，没有无颜面对江东父老。两位，两位。该看什么？吓我一跳！知道这个这么好玩，好玩，我等一下玩你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好不好？来，不要过来，对，我一直安慰他。没有，来来来，有心里面有什么话，赶快对他说。现在只要说一句话就行了。好，只要说一句话，什么话呢？我爱你。你愿意为我戒烟吗？拥抱，拥抱，拥抱 ！Kiss, kiss, kiss, kiss！ 哦，感动嘞，感动啊！好吧，这个，我想今天这个非常感动的画面呢，我们也希望你将来呢不要再赖床，也不要再怕狗了。男朋友今天的付出啊，没边啦，赖床跟怕狗。对，不要再抽烟了，不要赖床，好不好？那也不要再怕狗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啦！下次你也可以帮你男朋友改坏习惯啦。如果他不改，你也剃光头。对呀、啊，干嘛、啊？小沙尼啊！全家都是金光党啊，真是。不过再次谢谢他们，也谢谢于杰的妈妈来到我们现场，谢谢我们 Kiss， 谢谢，谢谢两位，成功，耶！立正，向前看，向右看齐。大家特别注意，今天来到这个学校，不是普通的学校，今天是没有办法开玩笑的，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。但他看这个校门就吓死人了，这个历史比你们的年纪加起来还大，有鬼！而且今天的天气，全体通路用，向左转。乌合之众，我讲错了，向后转。七步跑，坐着，嘿咻，立定，好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干什么？礼义廉耻，不知廉耻，你都没有，通通站好。大家特别注意，今天来到这个学校叫做什么学校啊？建中学。这是全中华民国最好的一所中学了。他们这个学校的同学应该很会念书，可能要来比的是跟他们比读书。难道今天来比剑？不，今天可能来比读书哦。读书。所以一旦比读书的话，走了，先走再见。我们先回。等，回来。没有用，不读书。对吧？你叫得到计程车吗？对吧？哎，没关系，我们自己有开车。通通站好，向右看去。是。我们今天要跟他们比的，应该不是文的这一项，是武的这一项。武拳。对，所以，但是由于挑战是武的项目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因为看他们每一个学生文质彬彬的，眼镜比人多啊，太厉害了，真的。来来，过来过来。哎呀，比武的就对，好啊，哪位？手有点痒，现在。这样，不要。对呀、啊，不要乱。都知道小沙你主持人干什么、啊？不要乱欺负人家，好不好？这样，来，这两位几年级？一年级。一年级是吧？啊，考上建中，哇，不得了了啊！一副书呆子的样子，这是人家所讲的两脚书橱啊，不会会念书，其他什么通都不会。过来，叫什么名字？王鹏念。你呢？高振廷。说对不起。啊？嗯？我？什么？我？说我？喂！哎，对不起，不要欺负人家嘛。说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好了，你看了，可以滚了。有没有敬礼？
我有没有说叫你说对不起？一边，你去，对不起。哎，我说什么？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今天我们来这里比武的，我们是赢定了。来，靠近我一点。好，停，看前面，注意，我们今天要挑战的是他们的黑山军。橄榄球队算是建国中学历史最悠久的一个社团，远在民国二年的日据时代，素有日本橄榄球之神的松冈正男先生便在建中播下了橄榄球的种子。自此，一支称霸台湾中学橄榄球坛长达22年的球队正式成立，并成为建中精神及传统的代表。为了向全世界最强的橄榄球队纽西兰全黑队看齐，建中橄榄球队设计了全黑的球衣，因此黑山军的称号不胫而走，也成为建中橄榄球队的代名词。走过近70年以上的历史，黑山军将继续以无畏无惧的精神努力地走下去，这才叫做真正的英雄。橄榄球就想到一首主题曲了。又有什么？朋友一生一起走，那些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 ，key 起太高，好吧，对不起。朋友，对对对，预备，起。朋友一生一起过，那些日子不再有。寂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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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根冰。所以等一下好好加油了，呈现给我们观众朋友就是最美好的一个画面，让人家知道我们不是乌合之众。好好加油，秀出你们的 muscle， 来把手伸出来，我们一起喊一个。哦哦哦！玉芳伸出来。啊！预备。一二三，加加加 ，Go！ 橄榄球运动起源于西元1823年的英国，一场足球比赛中，一位球员突然发神经，把球拿起来跑而产生的。橄榄球发展至今已经有176年的历史，风行全世界135个国家，甚至在英国还成立了橄榄球学校，被当地视为一种极具悠久历史及文化水准的运动。橄榄球的要诀是进攻与防守，强调的是个人的体格与不断的冲撞前进，深入敌阵攻进得分。今天咱们的挑战不可能，就是要向橄榄球挑战，让您尝尝冲锋陷阵的震撼。看完了中华民国最小组合的啦啦队表演之后呢，要看我们教练来介绍一下，欢迎教练，掌声欢迎教练。教练会是白教练，我们橄榄球呢4项重点就是要训练一下的，那我们总不能就说这个不叫而杀，这就很糟糕了，对不对？这几个弱鸡级的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哎呀，唇红齿白，这很糟糕，那感觉没对。如果不是教练您啊，我们老早就搞 gay 了。哎，那个他们就是真的是假的，他们不会，根本对橄榄球不太会，所以我们希望教练给我们一些指点，好吧？第一关卡，首先进行的是情报的防守动作训练。这个防守的动作主要是抱住攻击对方的下半身，让对方掉球以取得发球权。在黑山军的标准示范之后，明星队的狂人队员们一个个奋不顾身地冲向练习沙包，连只是肩负啦啦队加油的玉芳也飞身奔向了练习沙包。虽然姿势不标准，但是飞舞的裙摆倒真的给这些年轻人最好的努力。他大概也需要在他前面给他打气，来，对，为了大家的福利着想啊！预备，加油，加油，不要乱闹！哎，汤哥，喂，汤哥，汤哥。哇！不要这样！哎哎哎！哦，吴宗宪打人了！注意，再一次，刚一定要扑上去，那个，对不对？教练要角度要对，对不对？我在前面，我就扑上去。我在前面，你扑上来。再去拉！要不要好拉我？加油加油！好，可以啊，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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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 ，Go！
还没有示范，我叫他来，你干嘛？你是你来。第二关要训练的是什么？阶梯球。阶梯球，请准备。第二个训练动作是橄榄球运动中最常运用的阶梯球。这会儿咱们的宪哥一时寄养，竟然下场充当起教练的工作。宪哥熟练而精准的踢球姿势，可是让一旁的白教练称赞不已，就说宪哥颇有踢橄榄球的天分呢。不过明星狂人队的队员们却频频漏接球，这两头尖尖的橄榄球想稳稳的接住，还真是有点难呢。幸好咱们的明星狂人队里有个球员出身的洪奇德，想必待会儿的比赛全靠他努力了。这会儿上场练习接踢球的是明星狂人队里担任后卫的汤汤。在英式橄榄球比赛中，后卫是非常重要的得分关键人物，他必须脚程要快，活动灵敏，接踢传球的技巧更是要高超。这么重要的角色任务，宪哥自然必须给予魔鬼训练一番。在左右吊球的猛力操军下，想必汤汤一定可以成为狂人的后卫哦。进入下一关，我们现在这个攻门有什么要领？这个攻门是我们打正以后的加踢球。加踢球，这个射门要射到这个上面那个 U 字形，不能射在下面那个是足球门，进了没有分。哦，所以打正的时候再加射一球，看得几分。对。第三个训练动作是射门，你别看这几个铁血男儿踢起球来轻松无力，其中的准度和力道可是经过多年的调教和训练的。不信您看，嗨呀，有人踢到射里吃了，哎呦！这还不打紧，各位注意瞧瞧，嗨呀，每一个球员踢起球来个个像个软脚虾的，想必宪哥快要看不下去了。果然咱们的宪哥亲自上场示范了，宪哥这么用力一踢，希望可以把最近没运动给踢得远远的。不过康康，我们是训练橄榄球，你的臭咸鱼就不用踢出来凶大家喽。别紧张，休息一下，更残酷的训练即将登场。广告之后咱们马上回来。现在呢，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安全呢是回家的唯一条路，训练呢是成功的唯一捷径。注意，现在后面几个人已经排在那边了。敢问教练，这是啥玩意儿？这叫 Scrum Machine。Scrum Machine 是什么意思呢？斗牛的机器。Scrum 机器。Scrum Machine。哦，这是铁做的，开玩笑。他们听说等一下要把它吐得动啊。是。要三个人来把它 push 动。不许动，是，我可以再加我人在上面吗？试看看，我们试看看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推不动就丢人哦。他们三个丢人。你们，哇，这教练还真会。你们，哎呦，你们 ，Go， 哎呦，看到鬼啊！好，掌声鼓励。好，厉害厉害厉害。哎，这样撞会不会变笨啊？那个你在班上成绩第几名啊？真的？太过分了！成绩那么好，体能又那么好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不够你的头了。哦，头塞不到。神经病！三位请准备，来。一二三，加！一二三，加！一二三，加！一二三。你卖惨哦！我卖惨先。哎，我站这里推不推关我屁事啊！我站这里推不推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摆 pose 而已。真的哦，哎呦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没怎样哎，哎呦，好厉害，教练，哎呀，请你来的原因是愿你来推推看。真的吗？教练也蛮会哈拉的，有没有？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训练成军了。你看看到现在四个钟头已经过去了，非常的辛苦。阿伯，你是在笑啥话嘞？差不多了，我想已经过了四个多钟头了，可以正式来比赛了吧？可以。好，请准备，队员们，你们的精神好不好？好。有没有意志力可以获胜？没有。有。
有没有必死的决心？有。想不想回家？想。要不要获胜？有。要不要去酒店？有。干什么？乱写，不要乱看，不要再讽刺宪哥了。对呀、啊，300万给人家吧。不，神经病。好，大家特别注意了，现在比赛马上正式要开始了，希望你们好好拿出你们的精神斗志，拉拉队有拉拉队的工作，好吧？也希望你们好好的加油冲刺一下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世纪大对决开始了。口号代表一支队伍的精神跟士气，现在请看看他们的。口号来，预备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，口号没有，口号没有，口号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好了，那怎么你这个喊口号的口号没有喊什么？当然要有口号，哇，什么我们的精神最棒，砰砰，我们的永远最有，我们要自己有别的是吧？再来一个，好了，再来，再来，你头要低一点啊，啊，预备，去。没有口号，没有口号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滚滚滚！耶！士气好强，我们一定能获胜。准备受死吧，加油！倒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二。好，五个人不太够，我们加两个好了。那我们这个从那个师大附中，我以前有念过，旁边有一个附小，好不好？小学。找到两个同学来，好吧，他们这个年纪小，但大家不要欺负他们。没有，因为我们年纪比他们大，所以我们要找年纪小来这样子，好没错，我们赢，对不对？胜之不武，所以我们再加两位，好，来两位小朋友来进来。喂，好，两位好好加油了。念国小几年级？六年级，五年级。啊，一个五年级，一个六年级啊，好好加油啊！那没有七位，他们的兴趣我很熟。什么？他们兴趣就是说谎。啊，了解了解，他们总共有七位了，报错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好，总共七位。那么我们建中同学呢，也有七位，来，我来帮他们算一下，好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总共有七位，好，我们好好加油了，这是非常公平的比赛，大家注意，当中，游戏规则很简单，抢到球。把它弄进去，永远没有停止的，好不好？了解吗？比赛规则介绍：双方每达阵一球，即可获得5分；凡先达阵20分者，即为获胜队伍。紧张刺激令人血脉喷张的比赛已经开始了，不过宪哥你也太帮自己人了吧，明星黄人队在连工作人员都一阵莫名其妙中，哎呦，竟然已经达阵得分了，难道黑山军的传奇故事会被明星黄人队改写吗？好，5-0，来，大家往后退一点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了，不敢跟我们再哈了，你们。第二场球赛开始，在明星狂人队令人不知所措的达阵得分后，建中传奇的黑山健儿们面对球队和学校的名誉，他们决定用生命赢得这场比赛。黑山军的队员们用他们的血肉之躯挡住了狂人队的攻势，用他们的坚强的必胜的意志突破敌人的阵势。建中黑山军如入无人之境的达阵成功，5-5。好，请到中线。对不起，因为那个黑山军没搞懂，只有半场，不管什么状况都要往那个门攻就对了，所以这一球算明星队再得5分。乌龙球啊！好，来来球呢？注意一点，注意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10-0了，加油了，要攻那一边。你们，耶嘿！咱们的明星狂人队员们个个士气如虹，充分发挥了战力。向来吃败仗的艺人朋友们会在本周咸鱼大翻身，大爆冷门的打破黑山军的传奇，赢得胜利吗？好，这一球不算，因为这个达阵之前已经被情报住了。好，继续重新开始。由黑山军进攻，预备，开始，
哇哦，咱们的黑山军的人肉战车真的是勇猛无敌呀、啊！剑中传奇王朝黑山军又一次大阵成功哦。得分，好，现在比数10-5，谁先得到20分，哪一支队伍就获胜。开始。好，再来是由我们明清队进攻。得分。应该哪里对？老虎不发威，我们都把狂人后卫康康当病猫了，得挑战不可能老是输的康康，这次真的豁出去了。您瞧瞧，他一夫当关，万夫莫敌的模样。哎呀，打阵得分，好，15-5。好，现在黑山军进攻，加油！取回攻势的黑山军变换攻击的策略，决定以强烈的爆发速度夺分。在其他队员的护驾之下，咱们的黑山军达阵再度得分。好，15-10，现在轮到明星队进攻，开始。咱们的明星狂人队已经发生了有体力不支的情况，他们会被黑山军打败吗？明星狂人队会再度饮恨吃败仗吗？黑山军会血洗明星狂人队吗？好，15-15，现在站成了一个平手了，谁再赢一球就可以获胜了。原本只是趣味的友谊赛，现在两军人马个个杀气腾腾，不管是剑中的黑山军，还是明星朋友们的狂人队，都为了这场世纪风云橄榄球赛拼个你死我活。这场用血汗、生命和名誉下注的球赛，会不会改写两边人马的历史呢？周日8点档挑战不可能空前绝后的搏命演出即将登场。啊打！一个已经10年没有回国的 ABC， 康康 VS 归国女乔生。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睡吗？我要去北东找温泉。啊？你未嫁我未娶，就是你对我又有意思，但是感情要慢慢培养。乌龙导游康康会闹出哪些笑话呢？康康，你买了，你帮我挑啦，赶快啦！我问你，我是谁？我也不知道我是谁了，应该是康康吧？我们再找了。招牌单元，当我们靠在一起，归国女乔生篇即将上映。广告之后咱们马上回来。为了球的胜利，明星狂人队竟然仗着人数较多，采取全场1-1的紧迫盯人战术。黑山军可以突破人墙达阵得分吗？耶！恭喜更红达阵得分。好，那么人家没有持球的状态，不能乱抓人，所以呢，这一球不算。黑山军进攻，开始。跟丢跟丢，这样这样，明星狂人队是不是能够保住佳绩，打败剑中的传奇王朝黑山军呢？还是黑山军会反败为胜呢？好，那么黑山军那边太胖不算，像话吗？好了，大家不要赖皮啊！现在胜负已经分出来了，两支队伍请到中线集合。好，向右看圈，哎，面对面啦，哎，好，请握手，谢谢，哎，好，今天获胜的是我们黑山军，所以我们明星队请接受严厉的惩罚。惩罚介绍：落败的队伍必须丢入充满恶臭的泥沼当中，直到全身充满泥沼为止。大家全体通过，来报数。哎，对，还有报数，还有用这种这个双簧的方式啊。3-3
你也有啦。我怎么也有？十五、二十没有。喂，好，好，你们两个也要一起进来，好吧？来，那么请教练呢选出两位，我们黑山军当中今天表现最差的。没有啦，选四位了啊，四位太多了，不好意思，人家是赢的队伍哎，来哪两位？张家豪，志愿出队了，收到，两位请出列，出列，相信你，好，那个教练请出列，好，现在马上这决战选完了，那女生打算到里面，预备，数字数字最多五，好，没有，六，十，十一，二十，二十二，二十七。责任。不过康康，你以为穿雨衣戴安全帽就可以逃过一劫了吗？你想太多了，我们一定会罚得你死死活活的。老师，上身体啊 ，DIY， 强背啊，强背，怎么能？
明星狂人队面对强悍的剑中黑山郡，个个说着心服口服。这场英雄惜英雄的铁血球赛，将在剑中的红楼写下黑山郡的光辉历史。好，谢谢。好了，我们大家快洗澡去，不要再玩了。好。好好帅哥美女的出狱途中，哎呀，咱们完美的结束任务了。哇，这个创下我们国内啊这个电视史上收视率最高峰，这个太厉害了。尤其是上一集这个宪哥跟一个单亲妈妈靠在一起之后，好感动。我在网络上看到好多人都在讲，对，好多人在讲，他们都讲说啊，这个原来这个社会上的阶层里面啊，我们大家快乐的在过情人节的时候，对，有人是那么的痛苦，对不对？有人是那么的心酸，那种每次到外面去玩，看到人家成双成对，单亲妈妈自己一个人想着小孩都在外面工作，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做手工，对呀，很感动，贴补家用，对，你看那种情况，所以这让我们觉得很感动。小孩子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父母亲对我们的恩情，好不好？知道吗？知道吗？所以特别感动，我才讲这样，他眼泪快掉出来。后来才知道，讲话太有感觉了，没有，后来才知道，因为打哈欠了。哇，话讲太多。其实也不是，其实在我们这个单元里面呢，是是，我们非常希望有很多觉得自己是非常特殊的人呢，能够来报名来参加。没有问题，我们现在这个报名要靠在一起啊，要靠到2002年去了。哎呦，而且听说很多人是想要跟我靠在一起。是是是是，没有，他们想说外面要买你的写真集已经买不到了，不能靠在一起，有一个共度一个晚上。对呀，他都蛮开心的，对不对？48个钟头里面势必要经过一个夜晚，对不对？人总是这样嘛，吃喝拉撒睡，他们通通要在一起。可以观察这个人，小地方看大事情，是不是啊？哦，对呀，所以也经过我们靠在一起啊，也让我们深入到，让我们观众朋友带领大家呢，深入到他们工作的环境，深入到他们内心世界。哇，这个是非常重要了。尤其是今天呢，康康要跟一个非常特殊的女孩子靠在一起。真的吗？对，这个条件很特别。为什么康康都是跟漂亮的什么女总裁啦，你什么特女护士啦，什么通通靠在一起？辣妹啊，结果我去跟一个妈妈，那个妈妈我年纪乘以二，她还多一点点。对呀，妈妈有什么不好？你就是很多欧巴桑喜欢的杀手哎。那下次一定说好了好了，那年纪小一点找一个跟宪哥靠在一起，结果找一个12岁的。康康你还有跟5岁的靠过啊？对呀对呀，那小朋友。其实那样子也是非常特别的，很可爱。今天这个很厉害了，靠在一起真的很辛苦。那么也有传媒在讲，他说我们这个靠在一起，你们根本没有真正靠在一起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们靠的比48小时还要更多，因为你总不能就是说太不人性嘛。有些时候不方便的时候，你总不能。如果有点尿尿很大声的话，我们不能真的播出来给你看。对啦，所以我们也希望呢，这个大家能够见谅我们，但是我们是尽量。很真心的把这个48小时里面的原原本本的一五一十给它呈现在大家的面前，好不好？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靠在一起。哇！规则说明：两个人必须用手铐靠在一起48小时，在这之间，两人无论是吃饭、洗澡，甚至上厕所，都严禁将手铐打开，否则将以弃权论。凡是通过48小时考验者，可以获得奖金20000元呢。
那慢着要叫的模样，袂人客气呀呀去哦。太棒了，终于可以出国了。出国一个礼拜，想起在台湾的种种不如意，还有每次来机场就被抓到那种感觉。康康想起了之前来到机场都是临时被赶鸭子上架的，那种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之下被强行拖出国的恐怖回忆，已经在康康的心灵最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口。所以现在尽管是度假出国，康康对于机场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感哦。哎呀，忘记他吧，过去让他过去，来不及。问你说，走吧，出国去了。即将出国的康康将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广告之后咱们马上回来。